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早安！今日是圣日，是主日，是咱基督徒三甲主日敬拜主的日子。现在咱要三甲宣召，无论你是伫厝内，还是伫礼堂，拢请咱大家人三甲徛起来。圣经内面有一段安尼讲：耶和华是至大的，应该大受阿罗上帝啊！阮伫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上帝啊，你受的恶劳就亲像你的名一样，达到地极，你的正手满了公义。这位是咱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伊必引带咱。咱大家人阿头，咱来三甲祈祷。阮感谢主，今仔日阮搁一摆三甲。跪在主的脚前，特别敬拜主，感谢主，予阮经过一年平安。在这个新春的期间，阮阁一摆讲主啊，感谢你。在过去年头到年尾，拢看顾阮，拢保守阮，拢赏赐阮，食、穿、用、交易。阮感谢主，在阮艰苦的时，你也安慰阮的心。现在你的百姓。交在你的面前，现在你的百姓要三甲恶咯。现在你的百姓，搁一摆恳求，羔羊无灰，遮盖水清，阮是罪人，未配你敬拜。感谢十架大听大恩，予阮凭着耶稣基督的推身，通到主的面前来敬拜。感谢基督耶稣。打开这条敬拜救恩的道路，今仔日你的百姓三甲祈祷敬拜吟诗听道奉献的时阵，愿主的灵住伫阮的中间，予阮所做的一切会通满足主的心意。感谢救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来，兄弟姊妹，搁落去，咱来三甲吟，咱敬拜的诗歌。Thank you.
牌，所以将来的感谢主，咱通接着诗歌来俄罗咱的上帝，只是咱通用咱的奉献来敬拜咱的上帝。你若是属地八间教会，阮鼓励你忠心支持恁的教会及恁的牧师。你若是属地基督教运系统，阮鼓励恁忠心奉献十分之一，做上帝所属主办恩典的好管家。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有安尼讲，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实的。达人着随本身所决定的，唔通作难，也唔通勉强，因为关得乐意的，是上帝所喜爱的。上帝会将达款的恩典，多多的加予恁，予恁凡事常常充足，会通行达款的善事。这是咱来接着奉献来敬拜咱的上帝。现在是咱要三甲祈祷的时间，请咱大家人目睭放开，咱来三甲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俄罗斯的大听，你听阮，你讲你做阮的好牧者，你带阮到伫溪水边，你带阮到伫青草地，当阮经过黑暗的幽谷、死荫的幽谷、惊人的幽谷、人唔爱去的幽谷，你拢甲阮撒合地咧，你保护阮，你安慰阮，阮拄着艰苦的时阵。艰难来了，病痛来了，你伫阮在敌人的面前为阮摆设筵席，你阁用油抹了阮的头，阮的福杯实在是
磨压出来了。感谢主，因为安尼，阮就祈祷讲主啊，阮要一生一世点伫你的殿中，阮要待伫你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现在兄弟姊妹到你的面前的时阵，所受过去的恩典，也思想过去一年所拄到的困难、的考验、的忧伤，求主你家己安慰需要安慰的人，求主你家己擦干目睭顶面也有目屎的人，求主你家己擦干心灵内面也咧流目屎的人，求主用你家己的双手托住阮，安慰阮的心灵，互阮知影讲万事互相效力，叫听上帝的人得到益处。在主的目睭中，无有一个囝儿是无重要的，大家拢是宝贝。感谢主，你听阮每一个人，阮最小、最小夸人、最看唔起的，你也听。阮伫人面前有通见证讲，主的听何其美，主的恩典何丰富。这个是阮通夸口的，唔是阮有啥物好。乃是主，就是恩典的来源，是良善的起头。现在你的百姓在你面前祈求，求主保守阮每一个人身躯健康平安，无拄着细菌，无拄着微菌。求主保守阮厝内的人，大家啊健康啊平安。求主帮助国家，有法能慢慢对这个疫情的压迫下面恢复。和经济通恢复，和正常的生活通恢复，更加帮助阮会晓更加珍惜每一日通三甲聚集，每一日通真自由到外面去办代志、去休息、去做工、去佚佗、去读册的机会。求主你家己，让阮心灵有满足的心，更加让阮内面有感謝的心。主，阮是軟弱的，有時陣會煩惱，求主你幫助阮贏過煩惱。主，阮是軟弱的，有時陣會驚嚇，求主幫助阮贏過驚嚇。阮靠著家己的力量，袂曉得也無法得，總是求主你幫助阮牽著阮的手行正面的道路。有主牵手行路，阮就放心，阮就稳当，阮就有勇气。感谢主，现在你的百姓要三甲思想主的话，愿主将心思想事，因为你的百姓听候。主啊，请讲，仆人敬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来，兄弟姊妹，阁落去是咱三甲思想主话句的时刻。今仔日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书》第十七章，对第一节到第十节。今仔日用的圣经版本呢是新和合本的修订版。咱来三甲看圣经安尼讲，耶稣阁对门徒讲，跋倒人的代志是免不了的，但是迄个跋倒人的有下落。人若叫即在细囝中的一个跋倒的，佫不如将抹石生伫伊的颔棍顶，担伫海内。恁着谨慎啊！若是你的兄弟犯罪，就劝戒伊；伊若懊悔，就饶恕伊。如果伊一日七摆得罪你，佫七摆回头讲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伊。使徒对主讲，请加增阮的信心啊！主讲，恁若有信心，亲像一粒瓜菜种，就是对这丛松树讲，你着连根背起来，栽伫海内，伊也会听叹恁啊！恁中间什么人有仆人、耕地，还是？羔羊对天来倒来，
就对伊讲：“你紧来，坐落来吃，吃饭嘛。”伊讲唔是对仆人讲：“你甲我有备暗灯，锁上带，伺候我，等我吃啉了咯，你才通吃啉嘛。”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也会多谢伊吗？怎样？恁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就讲：阮是无用的仆人啊，所做的本是阮该做的；阮是无路用的仆人啊，所做的本是阮该做的。这是今仔日的经文，在这段经文内面的起头，耶稣甲伊的门徒做一个，耶稣对门徒讲：跋倒人的代志是免不了的。但是迄个跋倒人的有下咯，哇！讲到两项啊，跋倒人的代志，何人跋倒的人？两项，耶稣讲头一项跋倒人的代志是免不了的，在世会来的。伊的何人跋倒是甚么意思啊？伊的害人啊，伊的伤人啊，总是在代志是未免力的，走未闪的。第二讲甚么呢？有一关是叫做跋倒人的人，这款人和别人跋倒，这款人会干哪子啊？啊是会害人啊，啊是会伤人啊。总是耶稣讲什么啊？这些人有灾厄咯，有灾厄咯。耶稣佫落去讲什么呢？人若叫在细囝中间的一个跋倒，也不如将跋脚生伫伊的暗柜顶，掀伫海内。恁就谨慎，恁就小心啊！即个恁就小心是什么意思啊？唔通去犯啊！你在跋倒人的代志在世有诶啦，总是唔通对恁来啦。恁唔通去互人跋倒啦，你茫做跋倒人的人啦。我是迄个意思呢。代志唔是对咱来，咱未免力。总是呐是对咱来，耶稣讲什么啊？恁就谨慎。唔通和别人搏斗，因为你若安尼做，伊受害，你咧，你有灾厄啊，你也是受害啊。耶稣讲，这个代志是严重啊，到一个地步哦，咱宁可哦，暗棍哦，吊着半脚，掀落去海里死啦。伊的意思是讲，咱宁可死哦，何得和一个细囝中间的一个人搏斗啊？这细囝是啥啊？耶稣讲，在细囝中一个那跋倒啊，是真大真大的代志，比咱死伫海内搁较大。哇！伫上帝目睭中啊，在细囝中的一个是较很重要啊。是的，在细囝是啥啊？是毋是细汉囡仔十二岁以下？是毋是细汉囡仔五岁以下？还是讲啊，也未长大成人？三十岁以下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在马太福音嘛，耶稣也是讲这句话，那伊安尼讲啊，伊讲凡啊，何在信我的细囝中的一个跋倒，都不如将跋脚生伫这个人的暗柜顶，沉伫深海内。这在细囝是什么啊？信耶稣的人，相信主的人，这人是什么啊？基督徒，五岁基督徒。生在里面，十岁的基督徒生在里面，六十五岁的基督徒也生在里面，八十五岁的基督徒也生在里面，大家啦，这是主的子女啊，主说这是我的细囝，他们是信我的人啊，我家己的囝我疼，我家己的囝我会照顾啊，你不能去害他们其中一个啊。有一摆耶稣甲伊个门徒做一下，另外一摆伊讲什么呢？伊讲当即个灵主伫伊个荣耀降临的时阵，伊要将世间人哦分做两卦啦。头一卦哦叫做绵羊啊，另外一卦哦叫做山羊啊。以后耶稣就是灵主了个，伊来已经做王了个，所以即个王哦要对这绵羊讲啊，来进入国度吧。因为国度是要好恁的，因为当我要的时阵，你给我吃；当我吹大的时阵，你给我啉；当我咧流浪的时阵，你请我去领导；当我唔好的时阵，
当我坐驾的时阵，你来看我，啊，怎样我就去惊到呢？哈，真是安尼吗？耶稣对另外一挂都是什么呀？山羊公，伊跟因讲什么呀？讲恁哦，离开我吧，恁是受咒诅的，离开的永远的火是为魔鬼甲耶稣家所逼迫的。因为我要的时阵，你无给我吃；因为我吹打的时阵，你无给我啉；因为我无底气的时阵，你无给我徛；因为我唔好的时阵，我坐卡的时阵，你无来看我。啊，就两挂去惊到了。主啊，我第时看见你要给你吃啊，第时看见你吹打给你啉啊，我第时看见你无底徛，请你入来啊，我第时看见讲你唔好坐家，再去看你啊！你敢是死后已经上天去，无伫地顶咯？伫遐敢是未吹大，阁未摇？伫遐免讲无所在住，因为伫你的爸的家内有真正做帮助啊！耶稣就回答咯，伊讲什么呢？伊讲是的，我实在甲恁讲，即些代志恁做伫我兄弟中间最小的心顶。就是做在我的心中。这段经文是在讲什么呢？这段经文是在讲，你若关心看顾主的子儿，就等于是在关心照顾主本身。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讲什么呢？这个是基督的身躯啊，哪一个啊？教会。教会是什么啊？基督徒啊，不是一间礼拜堂啊。基督徒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啊，那要过你去吃，就难像你有基督吃啦。就会记啊，耶稣讲世界的人分做两挂啊，一挂叫做绵羊，是主的子儿；一挂叫做山羊，唔是主的子儿。耶稣唔是咧讲怀无相信的，而是咧讲怀相信的。换一句话，即则圣经马太福音25:40是咧讲到基督徒照顾基督徒。不信的人不照顾信的人，是那个意思。所以很多人今天抓到这段经文无要照解释乱讲，讲咱就大家艰苦人去给他帮赞，啊，这就是在听耶稣。耶稣无安尼讲啊，耶稣讲有两款人，有山羊甲绵羊啊，伊的百姓照顾伊的百姓，耶稣讲就是在照顾我。啊，怀不是伊的百姓的，唔爱。这仔基督徒无该照顾，耶稣讲啊，这仔人哦，就是山羊，就是我唔敌的人，因为干哪子，伊大声唔敌我，伊大声唔信我，解经真重要，真侪新派的教会用这则经文讲，咱就全世界大家去该照顾，唔免一定要照顾基督徒，因为这则的经文安尼讲，唔是，你要去照顾因，你做你去照顾，你茫乱讲经文啊，经文唔是迄个意思啊。所以这是讲到什么呢？我兄弟最小的那一个也是我的啊，所以你会吃就是给我吃啊。耶稣说，哇，才听到给醒起来啊，原来基督徒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你若听他就是听基督啊，你若听一个兄弟就是听基督啊，你若逼逼一个兄弟就是逼逼基督啊。后来保罗也明白这个真理啊，耶稣说，我兄弟中间最小的那一个，要学习什么功课呢？唔通做信徒的绊卡脚，唔通和一个基督徒绊倒。无论这个基督徒是信主真侪年的，还是初初信主；无论这个基督徒是信心真正有根基的，还是信心根基也未安定的，唔通和任何的一个信徒绊倒，无做信徒绊卡脚。啊，这个要怎么做呢？咱讲几个譬如，头一项，唔通让人怀疑圣经，啊，唔通让人怀疑福音，唔通让人怀疑福音。耶稣讲，我是道路、真理、活命，那无照着我，无人会到白下去。耶稣讲，地球的道路只那一条，那是咱出去跟人讲，啊，你信这啊，未歹啊，啊，你信这先啊，未歹啊，啊，恁信那啊，未歹啊。你自己是好人怀疑福音嘛？因为大家未歹个，所以应该大家皆会做个。这款话未做乱讲啊！因为这个是讲到什么呢？救恩论啊，
the doctrine of salvation. 这个 doctrine 哦，真理是真重要。你若一个人讲真理无重要，你就知这个人哦是要害人啊，伊唔是咧做救人啊。因为干哪子啊？因为人是需要真理的人啊。你这个讲啊，佮离去啊。你知有一寡人伫欧洲 Europe， 因相信讲有天堂，因无相信地狱，所以伊会甲人讲有天堂总是无地狱。哇，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从大家人哦，有一日哦，到上帝的所在啊，你最好最歹拢袂要紧啊，因为无地狱啊，无永远的刑罚啊。啊，这个人无地狱，我都无需要耶稣啊，我都无需要福音啊，唔通予人怀疑福音，唔通予人怀疑福音。第二，唔通予人怀疑圣经。有一摆有一个人，阮伫一个休息嘅所在，阿姨就甲我讲一样代志，讲圣经干哪要信啊？圣经嘛是人写嘅，人嘛是甲咱送，圣经是人写嘅，所以无一定就信。哇，讲啊，遐有道理啊！有人听了，佫真是信伊呢，伊予你怀疑圣经啊！你在即个人哦，你若问伊讲，啊，明仔日有读册无？伊讲有啊。谁啊？甲你讲啊？伊讲早暗的 news 报告啊。哈 ？news 是人讲的啊，敢若你若相信啊？你有相信日头哦，比月亮较大无？有啊。谁啊讲的啊？科学课本啊 ，science textbook 讲的啊。你要信伊干哪？伊个嘛是人写的，写的才是嘛人。拢总是人写的啊，唔是讲人写的就唔对啊。有的是对，有的是唔对。圣经是上帝，或是袂唔对啊。安尼解释了就清楚咯。哦，对对，我袂做讲因为人写就免信，因为人写的真侪物件我拢信啊。科学、历史、艺术、新闻，再拢是人报告、人写的，我嘛是相信。是的，唔通予人谣言。圣经唔通予人谣言主，唔通予人谣言主。你常常听见一句话，啊，咱要怎啊？啊，咱就祈祷啊，只那祈祷，啊，全免做代志哦，哪会做的啦？唔对，你是我的对不？咱要做啥？你讲啊，无咱就祈祷啊。你知为什么会讲到祈祷不？因为唔知要做啥。你若唔知咧做啥，你就去问啊。那未晓就去问啊，要问上啊，在先嘛问上帝，所以就祈祷啊。所以讲要祈祷的人，唔是讲唔做工啦，伊是唔知要做什么工啊。啊，有诶唔祈祷乱做，啊做啊到隆重真仙，佫无成绩，啊才去祈祷，啊迄个倒掉个。你在讲要祈祷的人，伊是讲哦，我话靠上帝，我未晓啊，我无办法啦，我在问题真麻烦，总是未晓怎啊处理，所以就祈祷啊。唔通予人怀疑主，讲你只那祈祷无够，主也无法力，就靠你的脚手去做才有法啦。无啊，上帝甲你指示的时阵，脚手做哦，才有效果啦。那咱家己做哦，有时阵是了戆力啊。是的，唔通予人怀疑主，唔通予人鄙视基督的教会。有人讲，干哪我要去教会，教会充满 hypocrites。假冒伪善的人，什么是假冒伪善的人啊？伊讲咱就做好啊，总是伊都无隆重做出来啊。是大家安尼，无伊讲无啦，有诶安尼，有诶无安尼呢？是诶，你去到一个考试内面，大家拢是学生无？是，大家拢考一百分无？无，啊那无考一百分是学生无？原在是学生，是安尼啊？基督徒无大家考一百分啊？有诶哦，伊只那考六十五分啊。总之你都会记哦，顶摆伊是35分的啊，即摆大进步已经65分了啊，下摆是75分啦，下摆是80分啦，会个记记，是的，基督徒唔是完全的，所以你看起来讲，咱像也无达到，是的，拢是软弱的，因为安尼咱需要主，总是你若予人藐视教会，讲安尼啊，安尼我唔去教会了，你就会失去了解真正大的福音空间。你知真侪人是伫礼拜堂礼拜信耶稣啊，唔是大家啦，总是真侪啊。伫礼拜堂的时阵做礼拜信主，有诶是伫礼拜堂内面报道会信耶稣。啊，你即个讲哇，遐个无好诶人你茫去，啊，伊信耶稣的机会却真少啊。
什么人害？厉害的啊！你可以跋倒啊！唔通安尼？教会是基督的家庭，基督徒唔是完全的，总是基督是完全的，唔通让人鄙视基督的教会，唔通让人无尊重教会的领袖。咱咧讲无尊重教会的领袖哦，是因为咱讲的话，咱该讲破坏的话，人煞无尊重伊。那是伊家己做无好，人则无尊重伊，迄个是伊的代志。咱唔是咧讲迄个，咱是讲咱唔通做半卡脚，唔通互兄弟姊妹跋倒，咱唔通讲一寡话，互人未尊重教会的领袖，因为伊若未尊重教会的领袖，伊会唔爱去。当因咧讲的时阵，因会唔爱听，啊，了就失去一个稳定的道路。啊，求主帮助咱，咱无爱和信徒跋倒，咱无爱做信徒的绊脚石。最后，唔通叫人推离主国较远，唔通把人丢出去啦。人咧亲近主哦，啊，你则讲一寡话，做一寡代志，可以加退一步啊，退什么步啊？会做安尼讲啦。咱信主、信耶稣、变基督徒，迷信的时阵，有个人是干哪？有个人哦，伊是反对信仰，伊是真唔爱，袂做的。基督徒、基督教、圣经、耶稣仔袂做的，反对。有个人伊唔是反对，伊真啊是干哪只？不信，伊无要相信，总是伊无甲你反对。啊，后来有个人是啥物呢？有个人对不信哦，煞变做讲，到底是咧讲啥？我阁来听哦，我才会阁较明白。即个叫做魔道啦，哦。啊，信主了干哪只？信主了哦，咱就开始学习主的话，哦。啊，圣经讲呢，啊，开始是食泥啦，哦。所以较简单的物件啊，咱有通听，有通学习。到嗰个落去是咩呢？到嗰个落去哦，是食干粮了啦，较深的物件啦，亲像讲信仰的真理。咱食呢是讲哦，咱做人的道理，迄个较容易明白个。到即个干粮的时阵是讲到上帝有定人拯救人，圣经是上帝话背唔着，即款是讲到真重要的 doctrines， 真重要的教义，哦，啊，即个就慢慢就个学习，到学习了有一个基础咯，开始要干哪只？是的，我爱服侍主，哦。啊，服侍主啊，欠债要去教别人圣经哦，所以教别人圣经未做粗心的呢哦，就经过一段时间有真理的培养咯啊，才安尼去做。所以你看哦，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什么是叫人跋倒啊？伊那三号，你该堵落来变二号，迄个是叫伊跋倒啦。伊那二号，你该压落去一号，迄个是叫人跋倒啦。伊那是六号，你即个讲袂要紧啦，在真理真歹明白，免去插伊。咱讲话较简单嘞，对六号该拄来五号，啊，迄个是叫伊跋倒啊，这是叫伊搁较远离主啊 ，a step further away。咱无爱安尼做，伊那是一号，你就会变二号；伊那是二号，你会变三号；那是三号就变四号，四号变五号，六号七号。应该是安尼个，是的。这段经文甲咱讲什么呢？无做信徒绊脚石，咱无要叫基督徒绊倒。过落去耶稣讲，那是你的兄弟犯罪，就劝戒伊；伊若懊悔了，就饶恕伊。如果伊一日七拜得罪你，佮七拜回头讲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伊。耶稣讲什么？头一项，你的兄弟犯罪；第二，得罪你两项。有一摆有一个人，伊就来讲：陈先生啊，也艰苦，也艰苦。陈先生讲：你咧艰苦是咩啊？啊，这也是陈先生的朋友。伊讲：顶年迄个哦，叫火叫火叫火，十个 delivery 了啊，送火送十摆了啊，到今年也唔行钱呐。哇，陈先生听伊讲，那会做安尼啊？甲人叫火叫十摆，一年咯也唔行钱，这是真是咧骗人啊！这无好人啊！啊，所以欠你偌济钱啊？十个火石偌济啊？伊讲十个火石，一个火石差不多一 million 啊！伊讲安尼，伊欠你十 million 咯，无行哦！
伊讲唔是哦，伊欠我9 million 无形啊。讲9 million 要到10个岁啊。伊讲是啊，迄个第10个哦，是欠你的公司未甲你扒拉啦。恁徊小弟无甲你讲吧。哇，陈先生听到讲，奈做安尼啊？这个人我在时就敲电话去甲伊骂者，啊骂了那唔行哦，我会甲伊告啊。是咪无同啊？这两项，头一个欠黑。提起买起不行起，哇！伊讲这个人真无拄好，这个人真无好。到到讲，有一摆是欠恁的公司呢。伊讲什么啊？我要打电话去甲伊骂，我要甲伊告。这两个什么无相？就是这个了啦。兄弟犯罪，甲得罪你呢？兄弟犯罪，那不是得罪你哦。咱嘴讲无行动，那是得罪咱哦。咱讲咱要去给敲电话骂，搁要给告，迄个意思。那得罪咱，咱像较大罪啊。那犯罪哦，咱像较袂要紧。你知犯罪是得罪上帝，伊得罪你嘛是得罪上帝，两个去相伤啊。总是要因为迄个无我个，啊，即个即摆有我个，所以哦，我哦较出力啊，我较受气啊。我较要报仇，我要去甲伊骂，是安尼无？假圣言讲什么呢？无管倒一款，你的兄弟犯罪，你的兄弟得罪你，拢要了事。因为干哪子？因为伫上帝目睭前啊，你甲迄个人是三相，两个皆是伊形象所创造的，两个皆会这个人偏啊，上帝会怎啊？伊会讲啊，无即摆袂要紧，即摆较要紧。无咱会上帝袂啊，这是咱的软弱，这是上帝的公道。那得罪咱，定定较大罪；那得罪咱，咱定定较大受气；那得罪咱，咱定定较要行动来对付伊。这甲咱讲什么呢？学习这个功课，咱要做劝解人诶，啊，要做饶恕人诶。你的兄弟那犯罪，圣经讲什么啊？劝戒伊，该伊 rebuke 啊！啊，伊那悔改，啊，就该干哪饶恕。第二，你的兄弟那得罪你7摆啊，逐摆来讲，哎呀，我也 sorry 哦，伊讲你就该饶恕。7摆一直饶恕，你的意思讲骗7摆，我7摆给下面你哦。但是圣经无甲你讲7摆上罪呢，伊无讲啊，所以咱唔知啊。可能7摆是7摆无上嘅罪啊，无上嘅错误啊。哦，啊，按所讲哦，无上啦，就是讲哦，你逐摆开机会悔改，逐摆开机会，你就下罪，这是安尼。因为干哪子？因为主嘅听是安尼啊，伊未晓得，即个犯了，佮犯另外一项，佮就。7项计无上，主会赦免你，因为伊真心悔改。哦，这讲的是这个啦，赦免真心悔改的人，兄弟犯罪责备，真心悔改饶恕。啊，那是讲伊7摆哦，拢是三项，相款的唔对，相款的罪，要怎啊？头一项，可能这个人是受捆绑 ，under bondage。这个时阵哦，下罪无够热啊，就会得到逃棒啊。下罪是做了的代志，逃棒是也未做的罪，唔通去做，唔通犯，是迄个意思。所以这就阁加一步落去咯。哦，啊，那是讲哦，伊都唔是去 bandage， 伊是跳乌鸡、跳衣过的啊。哦，这个人唔是真心悔改啊，伊是咧骗你啊。这个人若犯罪7摆，你就该责备7摆啊。因为伊是咧骗你，啊！求主帮助咱有智慧通分辨，什么是坑界？这是讲到是非的代志，你做唔对，这是上帝的公义。什么是饶恕啊？这个是怜悯人、听人，这个是上帝的慈爱。所以当咱做一个坑界人、饶恕人的人，咱就是效法上帝的公义，甲上帝的慈爱。求主帮助咱。安尼做，什么是搬脚石啊？搬脚石是讲哦，会让人跌倒，会让人犯罪啦。总是也未犯罪嘞呢，
不如咱也可以犯罪啊。第二是讲到什么呢？遮蔽，什么是遮蔽啊？伊已经犯罪了啦，已经跋倒了啦，伊就该遮蔽。什么是赦免啊？伊已经悔改了啦，所以就该赦免。因为这个是主怜悯人的听道，主的大量，主赦免人的慷慨。啊，咱嘛要效法迄个，求主帮助咱。佮落去讲甚物呢？使徒对主讲，请加添阮的信心哦。主讲甚物呢？你若有信心，亲像一粒瓜菜种啊，种啊，就对这个松树讲，你连根煞肥起来，哇，这真吃力啊！连根煞对土咧肥起来，栽伫海内哦，伊也会听叹的。耶稣讲，咱要有瓜菜种的信心。不是讲真衰的信心呢，不是，什么是瓜菜种的信心啊？咱就甲主基督，主啊，你给我有瓜菜种的信心，咱就知哦。瓜菜种是枝啊，枝定啊比树较衰，枝定啊比植物较衰，枝定啊比灌木较衰，大白的。咱的信心常常比主较小，主常常比咱的信心较大，伊有可能做的无予咱的信心限制。所以呢，门徒讲主啊，你加添阮的信心哦，阮信心无够。耶稣讲，你信心淡薄啊，上帝的力量遐尼多。你信心讲，这丛树飞起来栽咧海咧，真实的发生啊，唔是信心可以发生哦。是迄个信心的对象，上帝啊，上帝可以发生啊。咱人哪有迄款的气力啊？就是三四个人一丛树要对土咧揪起来，嘛无法力。是诶，信心无比上帝较伟大。因为安尼，信心唔通惊吓。因为安尼，信心唔通烦恼。你知咱最细汉囡仔的时阵，咱袂晓烦恼，咱家己真轻松，坐落去就通食。啊，窗户开咧就有物件，啊，各啲大行拢好势，哦，啊，时阵到啊，就有人送咱去学堂；时阵到，有人佫送咱倒来，啊，枵的时阵，讲者啊，就有物件食，咱免烦恼啊。细汉囡仔袂晓烦恼，伊会晓甚物啊？惊吓，哇，遐有甚物物件也惊人，哇，遐真暗，怎啊怎啊？啊，爸爸受气，怎啊？伊会晓惊，伊袂晓烦恼。到一日，即个细汉囡仔变大人咯，伊会晓甚物咯？伊会晓烦恼咯，开始烦恼。生土若无物件，咱无通食；桌顶无物件，咱无通食。啊，即个物件若无，咱会干哪子？也够烦恼咯，是无？哦，无人因话也未倒来。哎呀，唔知会怎啊袂烦恼？伊会惊吓袂？也是会啊。你看人哦，细汉钱若惊吓无烦恼，到大汉惊吓挂烦恼，两项拢有啊。咱嘛是也惊。哎呀，门未记锁危险哦！啊，你出去哦，你若拍车门就锁哦，有无？惊吓，是的。瓜菜种的信心，赢过惊吓，赢过烦恼。所以你着求主，予你有这款的信心。那家的我也够惊，我也够烦恼。你祈祷啊，主啊，你予我迄个瓜菜种的信心啊！你予我这款的信心哦。唔惊迄个遐尼重的树，甲偌重啊！因为主啊是你的力量，所以就祈祷。门徒讲主啊，加增阮的信心哦。耶稣讲，其实哦，小小块的信心就有法力啦。因为干哪只？因为上帝的带领，上帝比咱的信心搁较大。你就祈祷，主啊，让我有瓜菜种的信心。最后，耶稣讲，恁中间甚物人有仆人？去耕田，还是去放羊？对田来都来了，就对伊讲：你赶紧来哦，坐落来哦，食饭哦。无啦，恁敢是对迄个工人讲：你甲我备办暗灯，锁上即个带来服侍我，等我食啉了咯，你才通去食啉。敢是安尼吗？耶稣讲：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会该感谢无？无该讲一声多谢，怎样恁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恁就讲，阮是无路用的仆人啊，所做的本是阮该做的。
耶稣在这里你教示他的门徒什么呢？你就做一个一百分的仆人，做一个一百分的仆人。什么是一百分啊？哦，你跟我知道，我们去考试哦，我们考75分，我说感谢主，刚好嫁，刚好会生。我们考85分，我说哇，感谢主，这次很好啊。我们考一百分啊，大家说这是最好的了，没再贵的了，你是最好的。什么是一百分的仆人啊？三项代志。头一项，主讲什么呢？所以这样，您做了了一切所吩咐的，就做会了。头一项呢是什么啊？工作做50分，不是；工作做90分，不是；做一百分。你在咱地哦，等咧考试啊，哦，先生出第10条，那你得答一答。答到第8条，你讲差不多会做咯，我应该会升咯，全唔够答咯。这个唔是做完，做完是逐条拢该答，啊，就逐条对啵？你讲有一条唔对诶，我只拿90分呢，总是你做啊9条，你做啊9条。上帝要求诶，唔是讲你所做诶工作 perfect 啊，十全十美啊，在世是无。无人计较，地顶地上无人计较，天顶无人计较。主要求的不是完全的工作，乃是最了的工作。你做会了，有可能做偌济就做偌济。达条该达达了90分，主讲真好，因为你该做啊够了。这是头一项，要做啊够了，袂做做一半。有一摆，有一个人。在目睭的所在，我去找伊。伊讲哦，伊是一个宗教的领袖 （religious leader）， 所以伊主持一个 ecumenical prayer meeting。什么是 ecumenical prayer meeting 啊？伊讲就是阮哦，无上信仰的啦，哦啊，有天主教的，有新派的，有保，看什么人宗教的，大家来啊，才三合祈祷。哇，伊讲伊主持的，阮大家三合祈祷。伊佫加讲一句话呢。伊讲总是袂做讲圣经 ，no Bible，no Bible，no Bible， 来就是你需要什么基督，你需要什么基督，你爱基督什么基督什么，啊，来基督基督了全倒去 ，no Bible， 这个是什么啊？最有了无工作，咱讲这个基督徒就基督，就佮读圣经有主的话讲，这才是领袖 ，their leaders。爱讲来的时阵，袂做讲圣经，袂做读圣经，袂做献圣经，袂做念圣经，来就是基督啊，了个道去，欠一项上帝的话。哎呀，有个人咧传福音，无要规个传，怀好听的话讲，无好听的话免讲。因为安尼讲，人袂信耶稣啊。因为你讲的唔是福音啊，伊是 discounted 啊 50% 啊，是无？是的，就做坏掉，工作就做坏掉。第二什么呢？第二讲哦，要做什么坏了啊？所吩咐的，这个叫做什么啊？你专注 focus 啊，他妈是讲 100% completion， 这个是讲什么啊？ 100% focus， 上帝叫你做什么工，请你去做迄、那个，唔通做用人一直插别人的代志，到落尾家己的工作拢做袂了。你在咱的运动。运动室里面的运动，有的人在举起重啊，举起重哦，哇，你举几磅啊？哦，我这个是60磅啊，哦，总是伊哦，唔是用手安尼顶重呐，伊是用身躯举呐，伊那举就唔是60磅咯，是不？因为伊个举哦，哦，你加也轻呐。其实咱顶身拢总袂做顶重啊，手顶面这支也是袂做顶重，是只那这个咧顶重啊，有无？啊，迄就真是练60磅咯。啊，总是因为伊血哦，啊，所以唔是60磅啦，所以说创了也做哦，总是无去完全 focus 去60磅啊，去 disperse 啊，去分散去啊，是诶，咱做主的工作也是安尼，哦，所有的力量起伫遮，因为这是主安排我的工作，我要做啊也好势，啊，真侪年前有一个教会，伊支持一寡啊，伫艰苦所在的牧师，互因有可能好好做主的工作。后来就发现讲，哎，有诶团队人哦，伊啊咧传福音，啊咧做教会工作，啊个咧饲鸡饲猪啊，
有的还在做别的工作啊，哦，所以没 focus 啊，所以工作做了，咱就不是真好势啊，啊，就去了解讲啊，干那恁那安尼啊，后来发现讲原来哦，因经济真艰苦啊，无够业啊，所以就加淡薄的收入啊，所以去做别的工啦，哦，啊，这个教会也真好啦，伊讲安尼啊，阮煞唔知呀。阮想说，安尼已经够热咯，啊，无恁徊工农免做，哦，啊，阮负责甲你全力支持，和你专心做主的工，迄个真重要，真重要。你知有真侪人哦，去别个国家要做宣教，要去传福音个，啊，迄位国家是袂做传福音咩啊？哦，啊，所以是讲当作讲我是先生，啊，是我是做生意的，啊，是我是啥物入去内面，到遐的时阵怎啊？啊！你若讲我做先生哦，你有真侪时阵、真侪时间咧教册咯，传福音的时间就较少咯，是不？啊，那咧做生意呢？哇，伊生意真滴蛮灵啊！哇，也做代志啊，所以传福音的时间就较少咯。你知有一寡韩国的兄弟因入去怎啊？六个人啊，伊讲咱袂做安尼啊，咱来是要传福音嘛，所以安尼啦，头三个月哦，恁三个去做生意啦，咱开公司个，啊，阮三个就是一直传福音嘛。我就一直做主的工作啊！啊，到三个月后，我三个又去接刷你的生意哦，啊，你去传福音啦！你看很水啊，这个见证，因爱也 focus 啊，唔通分散啊！哦，你知那一个啊，传道人伊有另外一个工作，啊，是一个牧师，搁咧做生意哦，伊袂专心啊，在世还代志会来啊，伊袂好势。你若爱专心哦，你就安尼啦，主所吩咐的，你全力去做。100% focus 啊，这是这段经文甲咱讲的信息。最后一项是啥物呢？伊讲这样啊，恁啊做了就干哪，讲阮是应该做的啦，无啥物功劳啦，你免多谢阮。阮啊无做，你就责备啊。那做哦是应该免感谢。哇，这个怎么样？为主做 ，100% for duty， not for merit。唔是讲人主啊，人我为你做偌济代志咯，你嘛着对我较好咧。哦，人我已经做偌济，你着给我较做咧。有个人会安尼呐，用伊个功啊，哦，要来换一寡利啊，哇，袂做安尼啊，求主帮助咱。所以啥物是100% 工人呢 ？100% completion，100% focus， 个100% 啥物啊 ？duty。这是我应该做，唔免感谢。咱大家来做，是百分的福临，土主的喜乐。好，现在咱来三甲音，咱的回应是。来，现在无论你是伫厝内，还是伫礼堂，咱三个站起来，咱要三个祈祷。阮感谢救主大听，感谢主看顾阮，阁想赐予阮，阁予阮有法通奉献。阮将十一带到主的圣坛，因为十分之一是你的，
阮阁带上阮的奉献，因为这个是阮的心，愿主家己悦纳。现在兄弟姊妹，咱用主家是咱的祷文来三甲祈祷。阮伫天顶的爸，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伫地顶，亲像行伫天顶。阮日用的饮食，今仔日赏赐阮，赦免阮的罪，亲像阮也赦免得罪阮的人。无叫阮拄着试探，拯救阮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三密上，咱三甲来吟。It matters why we do this. On the night he was betrayed, Jesus broke bread. He gave it to his disciples. Take and eat. This is my body. He took a cup. Drink from it, all of you. This is my blood of the covenant. It is poured out for many, for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It matters how we do this. Let each of us look at our lives. Let us recognize our sin. Let us see the grace of God in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broken for us, poured out for our forgiveness. It matters that we do this. Let us eat the bread. Drink from the cup. Remember the Lord's death in our place on the cross, looking for his return. Amen. Let us be pansim, Yashu Siang Chan, Godim Do Jian Su, De Zabitjun, De Zabsa, Gaudi Zabgao Zab, and he gong, What Dung Li Tuan Ho Dine?原是对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受苦迄一年，伊摕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讲：“这是我的身体，为恁写的。恁逐摆食的时阵，就安尼行，为着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摕起杯来讲：“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恁逐摆啉的时阵，就安尼行，为着是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就是表明主的死伫天后教以来。所以无论什么人，无按理食主的饼、啉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咯。人应当家己省察，然后食这个饼、啉主、啉这个杯，因为人食啉那分辨，那无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食啉家己的罪咯。咱即时，咱来自省，求主搁一摆，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咱一切的罪。咱啊，纪念主耶稣为咱的缘故，受真侪苦，顶伫十字架顶，流出伊的宝血，通洗清咱的罪。咱来三合祈祷。阮伫天顶的父，阮满心的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伫十字架中为着阮的缘故，予人钉死，
流出伊的宝血，为着要洗清阮的罪。阮相信伊第三日对死来复活，上天为阮备办一个所在，要搁再来接阮到你遐去。阮也感谢你，因为当阮承认阮家己的罪，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的确会赦免阮的罪，洗清阮一切不义。感谢主，因为你的恩典要常常会教导阮用，让阮通一日过一日为主耶稣你来活。你是恩赐福给阮，让阮领受你的饼，领受你的杯的时阵，更加多得到主你的恩典，为主你来活。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耶稣受卖迄一暝，伊摕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讲：“这是我的身体，为恁拍破。恁逐摆食的时阵就安尼行，为着是纪念我。咱来当心食主的饼，纪念主耶稣的身体为咱的缘故来拍破。”饭后，耶稣照样摕杯来，讲：“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恁逐摆啉的时阵，就安尼行，为着是纪念我。咱来当心领受杯，纪念主耶稣的宝血，伫十字架顶流出来，为着要赦免咱的罪。”现在，三甲领受主的恩福。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但愿被上帝的慈爱，但愿圣灵保惠师的感动相通，常甲咱众人三合一的，安尼的祝福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阿门。